了，不信我现在就变成你的同学。同学缺钱，麻烦赶快把现金转到我的账户。能变你的同学，一秒再变成你的爷爷。赶快把信用卡的账号密码传给我。不止脸，连声音也能换，超级变变变，轻轻松松成为诈骗集团蒙骗你的手法。AI 声位变脸技术仿真度极高，不法集团借着伪装成民众的亲友，诈骗民众钱财。你的脸像跟要套用的这个模型结合之后输出的这个样子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脸像就变成基努里维的脸。调查局也解析变脸手法，靠软体的多个点点抓住五官位置，清秀小姐瞬间就变成基努里维。因为它只是针对你的脸部，所以像手指这种就没有办法套用到模型，所以如果当你的手在脸前挥的话，就会有快要透明的效果。但 AI 变脸并非无懈可击，民众能靠侧脸轮廓和脖子色差察觉是否有异状。另外，手势若挥过正脸，也可能因为画面变形而露馅，辨别真假。当他们在做这一类的动作时，你会发现他的脸部呈现模糊状，尤其是这个部位，然后非常的不清楚。提醒民众提高警觉，学会识别诈骗集团手法。高科技时代已经眼见不一定为凭。华视新闻网主张德生台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